后来打样的，然后这个旋、嗯、这个有斜度哦、喔嗯，所以你这样拉，对吗？这边看有一个斜度，它是斜这样子，嗯、所以它不好这样拉起来。然后它是这样旋开啊，我又加一个磁铁，就两层，第一个是磁铁把它吸住，那、啊、第二个是它有个斜坡，你其实这样拉，它会卡住。啊，对，卡住。我这线锯机是斜一点，对，所以我这样拉开，然后这样就开了，对，这样推。那这个我后来又有设计两组密码，几月几号生日？哎，藏你的私房钱。那示范一下怎么放进去？放进去哦，就。